宝瓶水就可以活过来吗？妈妈，你为什么要变成山呢？妈妈，你为什么骗人呢？妈妈，我上哪儿去找你呢？妈妈，妈妈，妈妈。
子们都在家等他，也不知道小龙人现在怎么样了。靠现在的技术确实很难达到。那总得想个办法吧，向孩子们交代一下，他们一个个在家愁眉苦脸的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黄总，我们总得想点办法吧，您说呢黄总？这事儿真挠头啊。叔叔伯伯，你说说小龙怎么样了？但叔叔把小龙带到山顶了吗？啊，叔叔伯伯，快说呀，快说呀，快说呀，叔叔伯伯回来呀，是找到妈妈了吗？叔叔伯伯，您快说，小龙人现在怎么样啊？大勇叔叔把小龙带到山顶了吗？现在小龙找到妈妈了吗？快说呀，快说呀，叔叔伯伯，快说呀，叔叔伯伯，快说呀！哈哈哈哈哈哈。都快急死人了，叔叔伯伯，你就告诉我们吧。你们看，那是谁回来了啊？哎，小鱼来了，小鱼。孩子，回答我们呀，快